我是铁道鱼翔82，我在87年12月19号新准的，是不是是12份？主要就是3号，我是金阳频道信号交易等于838加837为小圈的，在新准站准备驶离，热线片关在你这座店门带来聚光片，在新准站准备关闭车门驶离，巡左营站，三眼间没有李三，三眼对吧？这组也不错，因为838的。全片的话，咱都点大家去观看片。人家再见，拜拜。